大家好，我是大蓝头爆笑新闻。五月天在上海的演唱会被指控说他们在演唱会上搞假唱，有人透过高科技分析演唱会音档。主唱阿信写了长文强调，除了真唱，没有其他感动你的方式。可是中国也加入这场激烈的辩论，说观众花钱来看演唱会，可不是为了听 CD，而是追求真诚的艺术作品。会有科学。 客观的调查结果，但抵制假唱、坚持真唱是广大音乐工作者的基本职业操守。但中国实在没什么资格说这句话呢。中国这行业哪个没有中共党入驻？前羽球球后叶昭颖爆料，被要求在准决赛故意输给另一中国代表龚志超。有中国女星邵一凡也跳出来发文，说她从小到大都被迫假唱。对于工作人员来说，假唱就是省事。如果想观看原片的话，就请收看。 大蓝头爆笑新闻。